香港是很多人眼中的购物天堂，圣诞节前各大商场频频减价，要想用超低价买名牌吗？跟着我们记者的脚步，带您前进亚洲最大、香港唯一的大名牌折扣商场，去感受一下圣诞购物气氛。除了东涌站，走几步就是东汇城的名店仓，这里是全亚洲唯一个提供3到7折的常年折扣地带。商场特别以十全十美为主题，提供横跨圣诞及农历新年连续10星期的精彩推广优惠。因为我们从网上看，大家都说这里的东西很好，然后也便宜，然后我们就过来了。很多是不是住在这边，到机场去之前都会到这边来。比如这家名牌店堆积了大量特价货，吸引了大批市民抢购，从衣服、手表、鞋子到手袋应有尽有，这款水晶牛仔裤就大受游客们的欢迎。来的人士呢，他们来呢通常比较找一些夸张一点啊，图案比较多一点，还有闪一点，特别突出他们穿牛仔裤那个款式咯。这间 IT Outlet 各类货品折扣最多，衣、裙、鞋、手袋等最多便宜货供选择，还有专为年轻人准备的时尚品牌衣服啊、鞋子啊，或者包包这些。我想买牛仔裤还有钱包。圣诞节快到了，商场布置颜色活泼的圣诞灯饰、圣诞吊饰幻化成多个大型热气球，别有一飞冲天的乐趣。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。